七之七。 白法二十之一，星期四。
何よ。打到五星的哇哦，打击就没了，平拿嘛，4940，暴击。现在的广告哦，好像就是那一种就是免费的频道它就会有广告，就是播一播然后就会有广告。如果像那一种，例如说可能比较专业的那一种实况台，就是你可以按它赞助的那一种，就它就是好像是没有广告的。
想看看有什么能玩呢？白猫吗？嗯，玩一下勇者前线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忘记引技了，稍等一下。今天礼拜五，礼拜六。来玩个特效全开的勇者前线吧。快没电了。殿下，灵犀。哦，现在可以和那个一起用了。小时连，妈没得玩哦！你说那个、哦，就蓝蛙啊，它可以增加那个宠物的那个保育数，你说这个吗？那红蛙是真练技的，你刚刚看的是蓝蛙。然后大奶子，还有两颗奶奶。有点想睡觉了。他十一点他才那个啦，晚上还要打个素材。其实勇者前线设计很不错，当初会喜欢就，虽然说每个的那个都是捂嘴。这个是六大主角，然后他们后来都有出那个救急进化，也不算救急进化，就七星。这个是最新一梯的角色。攻击，嗯，蛮帅的。
成见。哇哦，现在还有这个哦，酷哎！画面全部都闪光，谁看得到啊？这个吗？这个是有在玩的啦，只是他这个都后来改的东西，我就没有仔细研究，因为其实主要就是打素材，然后进化完就放着，但是还蛮帅的。上上一梯的角色，机器人。其实它因为这一款游戏如果开全特效的话，它耗电量非常的凶，不是不想开啦，是真的开了就先比较其实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再做简便一点。他们从一开始没有人玩，然后到最后就是跟各大游戏合作，然后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开发出自己的魔兽，我觉得真的算很厉害的游戏了。就一路看他这样成长。很厉害，我也好希望能做出类似这种游戏。当然，主要是好玩呐，对啊。这是国际版的角色，后来就日版就把它抓进来一样，还蛮特别的一只角色。嘛，不过现在还没到要打的时间呢，对。让我想想，没电了，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吧。对啊，差不多了。朋友没上线，要不然是想要玩一下 GTA 了，对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